是全台的这个直播冠军，可是直播太多人做了，他有名是在他卖东西很厉害。我们现在来看他最近创了两个记录哦，一个是1月16号，他就挑战呢卖这个车中的劳斯莱斯哦，车中之王劳斯莱斯，而且是幻影，这一台市价是3000万哦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不到一分钟。59秒哈，他以902万就卖出去得标。好，那你当然说他这一档是赔钱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他为什么宁可赔钱也要卖？他有一个心法在。那再来，你看到他当时卖这个劳斯莱斯，他创造了3.3万人数的这个在线人数观看，那后来总浏览人数破了80万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他1月27号再卖一个更夸张的，他卖直升机。怎么可能？直升机才790万。对，我就说他飞得起来吗？哈？飞得起来，飞起来，当然是飞起来的。他台湾真的有市场，有钱人要买。就他这一档呢，是10分钟就卖出去，卖790万成交。直升机有这么便宜吗？他应该是二手，或者是有一些状况。但是他确实这两档他是有赔钱卖的哈。那可是他这一档呢，也创下了就是在线人数4万人数的这个观看，所以你看他在线人数都非常非常可观。那你更不用讲，他劳斯莱斯我刚刚不是讲市价3000万，可是他是这个902万卖出去之外，他还送哦，他送69万的爱马仕凯蒂包，还有现金90万。你知道他的手笔很大。好，那话说你刚刚要问我了嘛，就是说为什么他连赔钱要卖？这就是他的一个直播心法。第一个，他当然家底很厚，他年轻的时候就赚很多钱。那第二个，其实他不是档档都赔钱，他的理论是说，你只要有你一百档啦哈，他99档赚钱，那其实我赔一档我没关系。你知道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吗？就是很主席，很主席。他开节目就讲说很主席，很主席，紧叫天啊，紧叫天啊哈。然后他就是用短秒数来批那。包括就是说他卖那个手表，他都是卖那种很有名的这个表，都上万元的这个表。他就讲很主席，很主席哈，好开始竞标，零元起标哦，好1000、2000、3000哦，王先生2万、3万，好听包括他的口头禅很主席跟包起来，好包起来，对，那他就是说好，那现在几秒，他就是想说好，我们不到一分钟我表卖出去，他就是用那个限时，然后低价大家来抢标。